亲爱的台湾朋友们，我们前几天在德国听到台湾强烈地震的消息。在这个艰难的时刻，我们非常挂念着你们。地震引起的恐慌和破坏，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忧虑。可是，请你们相信，你们不是孤独的。尽管灾情令人心碎，但是台湾人民的韧性、团结，一定可以克服一切困难。希望你们在这个时期找到力量和勇气，互相扶持，一起渡过难关。也希望所有受到影响的地区跟居民都能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上天保佑台湾，我们衷心的祝福大家平安。